做饭做饭。嗯，先把肉切了。你像做做村口那个阿姨一样在这切肉，是吗？这小椅子太猛了，还得点米饭呢。自己煮还是点？没买，没有米，没有米，点外卖。他这有姜蒜，有吗？对，没人，那送给他了呗。行，削皮吗？姜，可以。我还能干点什么？你可以帮我打那个丸子，弄几用再打，交给你了这个。跟按摩似的，练拳。